Star Motion 剪接教学付费版，开启电源，选取紫色付费版，点选编辑档案，点选加号，加入图片，选取要使用的图片，按下完成，选择影像格式，选取加号，选择预放入的影片，点选影片档，输入中，可按返回上一页，消去影片及影像。检查影片需要删除的部分，点选照片框，选取删除，欲复制多张照片时，复制贴上，可以重复几次，连续选取，反蓝范围连续选取，拷贝，滑至下一张，按贴上，按加号，文字字幕编辑，选择想要的图案，按下文字框，复制功能，不需要可以删除，隐藏功能，显现，点选文字可制作编辑，可单手移动位置，选取格式，可选取文字样式，可编辑文字斜体、粗体，文字字中，靠左、靠右，文字字中，朝上、朝下，文字色彩选取，字体角度修改，字体浓淡饱和，完成后按下其他字幕编辑方式相同，片尾编辑方式一样，以两指缩放文字大小，多余字框可以删除，选取编辑，可修改背景颜色，点选后回到上一页，按播放全部预览，点选齿轮功能，调整播放速度，数字小可减慢，数字多可增快，点选麦克风功能，录制，倒数之后开始录音，来玩哦，确认，选取相片框上方功能，音档，播放，来玩哦，移动左右游标以删除多余的部分，按加号，选取音档，选择音效，
删除多余的音效，保留需要的音效长度。来玩哦。调整音量大小。全部完成预览。来玩哦。回到上一页，选择选取要输出的档案，点选传送图案，可选择输出影片或是输出全部的照片，可另放入编辑软体编辑。我们选取输出影片，可将影片存放入手机档案夹中，或是上传至媒体应用程式。选取输出规格，选取 HD1080P 档案输出中，输入分享的资料，马上就可以跟朋友分享你的影片咯。来玩哦。欢迎到玩乐动画，欣赏许多定格动画的影片。